现在是早上五点多吧，差不多五点多啊。今天又转早操嘴了，就是早上的操嘴。因为昨天晚上就下来加了一点饵料，那个秘制饵料，因为在低潮，然后太晚了过去下就没拍了，然后人家喝一会儿茶了就过去给他，帮他低潮去盘一下。早上，刚才有点事情耽搁了一下，然后跑到这边，太阳都出来了，因为这边比较远。然后这个坑，就这个百平大坑啊，就下了点秘制饵料，给它盘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吧。那我们抓紧开盘了，它就在这底下，马上涨潮了，没办法，这是在底潮，得抓紧。哦，早上，被一点事情给耽搁了，然后搞得过来，起头绿箱问候都忘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，今天过来盘坑，盘坑的。那我们开盘吧，开盘。抽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了，好，这一个小时应该可以抽干，也就百来斤吧。不，那边。那边好像有动静，我们等一下抽干了一起抓吧，先去旁边再等。那边发现是搁浅的海货，先给它抓。哎，嘿嘿，黑鲷，斩获第一条抓获。哎，这边，哇，哎，无头，又一条，可以呀。哦，哎，这，哎，不是角螺，不是角螺，应该是。是前螺，有螺吗？啊，别吸得这么紧，下来。哦，哇，有螺有螺，嘿，马上弄一下，它就捉进去。哇、哦，这个前螺大，好久没抓到这个，还好久没捡到这个前螺了，我都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我刚才差点叫前螺了。哎，哇、哦，十九个，这个，哎，斩获斩获。哇，哎，又连个，这十九公最好抓了，你摇到没远，摇远了，摇远了就好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哇，还有两只，十九公，掌握，喂，哈哈，哎，这章鱼哥。哎，一口饱，哇！其实这种章鱼哥啊，家人们可以去百度查一下，不是去那个网站去查一下，这个章鱼哥啊，在世界上这动物里面排行是出名，是排行第九的，它特别出名。只要你特别像这种章鱼哥，你用那个瓶子给它装起来，它会把那个盖给它拧一下。他自己会打开那个盖子，所以里面他自己都会打开，所以他排行第九，世界第九。哇，又一次，嘿嘿，又一次，排行世界第九的动物，哈哈，可以，给他抓了。我那天去看，好像，哦，九盘蟹不要，好像那个大蟹排行是第八。然后他排行第几？哎，十九个，斩获。哎，这个里面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以为里面有章鱼哥呢，给他再找，那随时的乱扔。哎，今天早上太阳挺冰的，就是不是？我今天早上真的忙的都。话都做不好了，还太阳挺冰的，今天天气挺冰的，啊，幸好太阳出来。哎，我又摸到什么东西了，来，出来，别吸得这么紧，出来，哇，
坐进去。这个也是暹罗，暹罗不是角罗，角罗这底下是有角的，不过这个暹罗比那个角罗贵多了，给他走了，这可以。摸到货了，这应该是乌头，最给力的就是这种，我抓到它就摇摇摇，这条可以摇，够大，给它走了，走了你，继续找，差一点点就把你吃肉丸之鱼了，这个可。这个是蛤蜊，真的要是多的话，那种大的炖豆腐特别，它特别鲜甜。不过就一个小的，我们就不要。我叫这个丁子螺特别多，然后从那边来回找了两遍，也没货了。那我们不找了吧，看周货，走，今天也晕头转见。来，捡到。管这个脚是没章鱼，可是可以给他带走。我看见今天的收获，没多少啊。不过今天幸好有这两个暹罗给你，哇，这一个差不多就有个八九两，应该是有了啊，两个加起来一斤多，这个一斤现在差不多年关了吧，差不多一百左右吧，一百多一点点，反正这就可以卖个一百多。然后十九公加这个差不多也就200多到300吧，然后这坑我就下了一点密室饵料，不花怎么钱，又小赚了差不多200吧，也可以除去抽那个油钱也小赚了200。哦，还有今天最给力的是捡到这两只世界排行第九的出名武警，这个叫什么无脊椎还是怎么的，我捡不来，我是给他先抓了，那这些就拿去卖，只要赚了一点点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希望大全的记得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走了。